你那时候参加哪个歌唱比赛？超级偶像，本三立节目。超。所以你是啊，第几名？十二，八年前吧。那你可以大学唱一下你当时唱歌，我们来评鉴一下。我唱了很多首歌哎，我们比了八个月，我死的时候是八个月。随便，你随便唱一首，我们听一下。你气不是三个月而已。没有。我们随便唱，我们从外人海选开始，让我们评选一下，让老师举一下牌。只要我会唱的歌都拿手。好，赶快，随便点一首。最好会掐掌。没听过。你骗了我那骗。没有听过啦。没听过。唱一条较新的。演技被拄着关了呀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三个世纪的人呢，你说台语挂的，他国语挂的，小幸运。哦，小幸运超时髦的，啊、我会唱。嗯。再等我唱一个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。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等了你撑不满的灯，与你相遇。老师请评分。不是，你知道，就是为什么唱情歌一定要整个脸皱在一起？我哪有皱在一起？你知道，因为有一次我会唱灰掐啦。有一次突然我女儿问我说，我并不知道这样，我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这样？没有，我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在唱什么？恋曲1980，那是什么啊？罗大佑的歌。唱一下、啊。你曾经对我说， oh. 你永远爱着我。啊，你都要这样吗？我姐，我为什么不要这样？旅途台湾就在三立。